中方主厨杨福欢烹饪创意融合料理，让人拍手叫绝。别样风格能为他带来开门彩吗？来自西西里岛的卢卡在意式料理上颇有建树，创意与传统将在这里碰撞。究竟谁能征服评委们的味蕾？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厨王争霸》。欢迎大家来到《厨王争霸》。我们总说生活不能简单，美味不能凑合。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都会离不开我们餐桌上的一汤一菜、一粥一饭当中。我们看似不经意的餐桌，总会将我们每个人的亲情、爱情、友情融入其中。那今天又将会是谁打开我们爱的味蕾呢？我们非常的期待这一季的四个奖项：最佳厨师奖、最佳菜品创意奖、最受品牌青睐奖和最受媒体欢迎奖，将会花落谁家呢？18位中外主厨的厨艺较量，分为9场积分战。统计中外双方主厨的得票最高者，进行厨王争霸的冠军争夺。总决赛以单场比赛得分最高者判定为本季厨王争霸最后的胜利者。欢迎大家来到厨王争霸。那这一次的比赛呢，我们选择在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内进行。今天参赛的双方厨师，中方厨师是来自于北京江户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行政总厨杨福欢，外方厨师是来自于意塔利意式餐厅的意大利籍主厨卢卡。中意较量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场精彩对决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中方主厨杨福欢，北京江户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厨，国籍中国。外方主厨卢卡，意塔利意式餐厅主厨，国籍意大利。欢迎大家来到厨王争霸的比赛现场，本节目食材由北京五矿君澜酒店特别提供。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挑选食材的环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双方厨师，他们都已经准备就绪。外方厨师是来自于意塔利意式餐厅的意大利籍主厨卢卡，欢迎你们，欢迎。中文说得很溜。好，我们的中方大厨呢是来自于北京江户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行政总厨杨福欢大厨和他的团队，欢迎你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切入正题，开始挑选食材。好，老规矩，石头剪刀布，看谁优先挑选。3、2、1，好，来，卢卡，首先开始。啊，橄榄油，眼睛够尖的。虾配的是一种蔬菜哈。盐，哎呀呀呀呀，你刚才没看到啊。芒果，红酒，出家什么？出嫁酒，女儿红。鸡和芝麻菜。金华火腿配荷兰豆，肥牛片和豆苗，羊排、土豆，草莓和法香，这是竹荪蛋哦，杏鲍菇和苦瓜。因为我也想到最坏的结果，就是说他可能会把苦瓜给我。两位都是比较谨慎的厨师，最后还剩三样了，猕猴桃。好，我们的食材全部都挑选完了。还可以吗？算是个挑战吧。其实我选食材的时候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食材只要用心去对待，应该会发出它更好的味道。嗯，好，希望在厨房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它更好的味道。怎么样，难不难？有点难，有点难，说实话，但是呢也应该没问题吧。我们现在讨论讨论怎么办。接下来就是我们互换食材的环节了。首先给对方一样礼物，其次从对方手里拿一样食材回来。好，中方已经选好鸡肉和芝麻菜。我们要么就做汤，那要么就是一些炸鸡块啊。其实做汤的话，因为也没有汤的环节，加工起来也应该很麻烦。但我们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鸡油可以熬了，
我还可以把鸡骨架留下来再做一个鸡汤。好，外方卢卡也选好了，竹荪蛋。环球一切都跟我说，哎，那个那个好吃，那个好吃，那个好吃，但是我一直都没见过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什么味道，不知道怎么做。好，第二个环节，拿一样东西，想好拿什么了吗？来，我们两位主厨交换位置，只有主厨可以拿啊。对不起啊。他们说了一句对不起，你猜他要拿什么？中方从外方卢卡那里拿走了他的橄榄油，外方从中方那里拿走了盐。当然了，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这一期同样也是，我们有三个信封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难易度。接下来两位，你们来共同选择其中一个信封，看看今天我们的三轮菜品怎么样围绕着这一个主题来进行。来选哪一个，两位商量一下。就是选这个您手里的东西啊。可以吗？来，请打开。哇，抽到了一星。一星的主题是始终如一，怎么去表现这个主题呢？就看两位以及团队的想法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挑选食材的最后一个环节。因为本季的厨王争霸比赛当中呢，我们允许厨师自带食材。我们先来问一下杨福欢带了什么。牛奶柚子汁儿，用牛奶和柚子调的一个酱汁啊，只取柚子的皮和牛奶去熬制。你有没有什么自带食品？我们准备了面包和火腿，然后昨天晚上不是下班了比较晚了，那我们在这上面吃了。我们没有。他们把自己的自带食材吃光了。我们还是比较喜欢有惊喜的。这个我倒是比较支持哈。所以今天呢，你们要面对的是全新的食材，有信心吗？当然。加油。好，加油。杨大厨，加油。好，记住我们的规则，比赛正式开始。前菜比拼，擅长创意料理的杨主厨选择用鸡尾虾当主食材迎战，但面对无盐危机，杨主厨有何妙招破解？没有油的外方主厨卢卡将怎样烹饪海鲈鱼这一食材？海鲜碰海鲜，无盐对无油，谁能更胜一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节厨王争霸。欢迎大家来到五矿君澜酒店的超级厨房，我们厨王争霸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第一轮头盘时间为45分钟。好，我们这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开始比赛。前菜环节，双方厨师团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29份菜品，倒计时现在开始。洋葱，我打切，我先点洋葱吧。前菜比赛正式开始。在主厨的合理统筹下，中方队员们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各自忙碌起来。把红本都让西餐拿走，我就把人要了。厨房中的五色砧板可是大有讲究的。好，三个。绿黄蓝红白分别对应于处理蔬菜、禽类、海鲜、水产、猪肉、牛羊和即食食品。但今天外方主厨对砧板的使用，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随性。原本用于处理禽类的砧板被卢卡主厨用来切柠檬，虽然卢卡主厨看似做事风格不拘小节，但厨房中的规矩还是不要被打破的好。把那个火腿油留出来，有一个人处理，有一个人处理油。煎锅有吗？煎锅。煎锅的吗？对，因为那个没有合适的锅，所以说就用这个了。也许是过于紧张，也许是对场地不熟悉，种种麻烦接踵而至，似乎已经影响到了卢卡团队的正常比赛。柠檬汁做一个 vinaigrette， 那这个 vinaigrette 里面一会儿我们会加一点的那个四川 pepper， 所以需要这也需要它的皮。The appetizer is gonna be the。就那个鲈鱼和火腿。没有油，这对外方团队来说可是最大的麻烦。面对无油危机，卢卡率领的外方团队该如何破局呢？外方主厨现在最主要是没油，然后他要把这个鸡油啊或者是羊油啊给它耗出来，然后再去用于菜里。
施宝文，厨王争霸杭州特级人气主厨，特点儒雅斯文。韩正，厨王争霸北京特级人气主厨，特点温和有礼。王浩，厨王争霸2016春节特级最佳主厨，特点辛辣毒舌。三位返场厨王构成此次观察团，根据现场中外双方主厨们的表现随时发表意见。观察团只有品尝权，没有打分权。那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他选的那些食材不太好支撑他去做三道菜，形成不同的风格。中方的前菜主食材选择用鸡为佳，擅长创意料理与融合菜的杨主厨会给评委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前菜的店名呢，我们会做一个日式的煮虾的方式，但是用中餐的调料啊，去呈现这个它的虾的最好的味道。中方的基围虾碰撞外方的海鲈鱼，这场味蕾对决谁会占据上风？杨哥在这儿，要吗？过来。中方团队队员的配合十分默契，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个是我们准备做的一个前菜，一个酿尖椒里边会用到这个红酒，是搭配一个牛肉馅儿。来，鱼给你了，做份。点大吧，只有这一点，一份就这么一点。太大了，太大了，我们再切少一点呗。再切一点，这个太少了呀。今天厨房中的外方团队可谓是麻烦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似乎每走一步都异常坎坷。好，投盘环节，我来参观一下，卢卡。哎，你好，你好。怎么样？现在还顺利吗？还行，我们的想法是很清楚的，鲈鱼和火腿一起用的 steam。啊，哎，对，没有油怎么办？没有油用的机油。哦，总会有办法的。我们还是挺放心。好，那我打扰你了，你还有27分钟，加油加油。面对无油危机，卢卡主厨似乎找到了解决方法。看卢卡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倒是让镜头后的现场导演捏了一把冷汗。而厨房另一边的中方杨主厨要面对无盐危机，这要如何解决呢？因为我们没有盐，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豆瓣酱来找一下这个咸度。杨大厨，你好。怎么样？头盘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时间紧迫，任务重。啊，今天我们的头盘呢是用我们的虾做成五色五味，五种颜色，五种味道。秋天到了嘛，加一些秋天的元素，把它的虾油给炒出来。然后呢，因为我没有盐，我会用这个提一点点的盐味儿。后边这个油待会儿把它熬浓了以后，红酒和黄油煮着虾放在上面，以后用这个去煎蔬菜。待会儿。哦，哎，这个主意好，以后可以学到用虾头熬出这个油来，味美的这个虾汁去炒蔬菜也好，煎蔬菜也好，都很好。回去就可以试一下。我个人更欣赏中方现在的步骤。那鱼如果你放第一道，并不是太好的一个战略选择。中方杨主厨对前菜可谓是志在必得，心中充满斗志，手上自然生风。味道应该够吧？行，可以。霎时间，剑拔弩张的氛围充斥在整个厨房。中方团队在厨房中将比赛的氛围带到了顶点，这样的气势似乎是把外方团队逼入了绝境。外方团队的队员们时不时的就会陷入集体沉思的状态。欧文，烤箱好了吗？你帮我把烤箱调到。烤箱在哪儿？在那边，调55度，调正啊。刚刚进来的厨房呢，也还没有特别熟，怎么说还是一个比较 warm up， 我还没有真的准备好了。多长时间？先调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是吧？16分钟，烤箱好了吗？哪个是蒸呀？这烤，这蒸，这是半蒸半烤。烤箱呢？好的。看到时间所剩不多，外方主厨卢卡越是紧张，错误就越多。副厨们尽可能的全力辅助着主厨，一起度过这难熬的时刻。时间所剩不多，中方这边还在不紧不慢地搅拌牛肉馅，
与外方主厨的焦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肥牛和洋葱馅做的这个让的尖椒，切苦瓜，处理胡萝卜，看似简单的动作，但呈现出的是中方团队的默契。厨房中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前菜的比赛接近尾声，队员手上的动作正在加快，脚下也情不自禁小跑起来。用这个吧，怎么了？这个因为这个进不去，这盘子进不去。有一点点着急，但是着急也没用啊，你东西一定要熟，有问题就再调整一下就可不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它那个放不进去，这个，因为这个。这样的话你。OK， 那你帮我拿锡纸，然后放这里边。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外方团队在坎坷和磨难中，终于坚持到了最后一步。然后上面戳洞。对于外方团队来说，这是一场身体与心理的搏斗。眼看外方团队即将迎来胜利，卢卡似乎又一次遭受到了10000点的暴击伤害。这次让他心灵受到创伤的是料理机。在卢卡看来，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和他作对。我还没有加盐呢。放，拜拜拜，放。最后的5分钟是中方最后冲刺的5分钟，在中方团队看来，胜利似乎已经向他们招手。最后的5分钟是外方团队最难熬的5分钟，此刻的卢卡和他的队员满脑子想的已经和比赛输赢无关，而是怎样咬紧牙关顺利出彩。三十五个，我都不想说他给我搞了什么。难熬，煎熬，忍耐，无奈，眼看着前菜即将结束，但是卢卡的酱汁似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酱汁都调好了，你这个能拿那个 blender 再帮我打一下吗？把它打进去，那颜色太难看了。还剩下不到3分钟，卢卡，你可真得抓紧时间了。掌声在耳边，胜利在招手，而中方这边在杨主厨的带领下展现出的是一派祥和从容的景象。中方总裁，voglio vivere così col sole in fronte。 历经磨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外方团队终于完成了前菜制作，宣布出菜。厨王争霸美食评委分为专业美食评委、大众评委，历届参加厨王争霸的人气主厨组成的厨王团。专业美食评委在前菜、主菜、甜品三轮环节中每票分值5分，24名大众美食评委在前菜、主菜、甜品三轮环节中每票分值1分。厨王团只有品尝权，没有打分权。当然，最重要的是，各位美食评委不准弃权。首先给大家呈送的第一道头盘，名称“勇往直前”，有请。好，接下来我们来品尝头盘的第二道，从一开始上菜。接下来就是各位的打分环节，如果喜欢第一道勇往直前，请在左边打上勾。如果喜欢第二道从一开始，请在右边打上勾。请各位评委打分。
好，接下来我们请各位大众评审投票。您看，大龙老师，刚才您也这个品尝了两道菜哈，您这五分打算投给谁？这两个道菜啊，都有一个毛病，它这食材呢，它都没有讲究什么味道，它就好像就是简单的煮了一下。但是总体的呢，我觉得这个海鲈鱼的处理呢还是比较到位的。这道给一个呢，我还是倾向于要给他。好，大董老师的意见呢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另外三位场外评委他们的看法。来，王浩。更单刀直入的话，我更喜欢第一道，对，因为它的技术性含量可能更高一点。阿文。我比较喜欢第一道菜，每种食材的处理非常认真。韩正呢，跟他意见一样吗？今天上午看选择食材的话，有一个肥牛就一直在想怎么处理，结果没想到给了我们点小惊喜，肥牛加蘑菇一块转。接下来我们听听大众评审们他们是怎么看的。我比较喜欢勇往直前那道菜，因为感觉它的口味比较适合前菜的那种开胃的那个效果。第二道菜的话，它可能感觉像一个水墨画的一个摆盘，但是它上面的那道西班牙火腿口感偏咸，对于亚洲人的口味可能是不太适合的。今天的头盘两道菜都是不错的出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头盘中外双方厨师的比分。第一道菜勇往直前，中方出品得分14分。第二道菜外方出品，从一开始得分10分，加上大董老师的得分5分，所以第二道菜一共得了15分，也就是第一轮外方厨师暂时领先1分，恭喜。这个好消息呢，我还不能够告诉卢卡，因为1分的差距确实在比赛当中并不算一个什么差距。我们来赶紧去厨房开始我们的主菜比拼。主菜环节，中方团队再现创意料理，用牛肉来搭配温泉蛋，却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刚刚平息了前菜风波的外方团队，计划用羊排搭配咖啡粉，会展现出怎样的异域风味？牛羊大战一触即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节《厨王争霸》。欢迎大家回到五矿君澜酒店的超级厨房。那接下来呢，是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环节，主菜。你的主要食材是？牛排、羊排。哇，今天真的是一个肉类大比拼啊！牛排对羊排，到底谁会更胜出呢？来，我们一起加个油吧。第二轮主菜，1、2、3，加油！主菜环节。双方厨师团队需要在120分钟内完成29份菜品，倒计时现在开始。主菜环节一开始，中方团队便在杨主厨的带领下展开了反击，想一举拿下本轮比赛。大家也都自觉有序地行动起来。中方团队计划明确，似乎一切都按照着既定计划有序进行。队员之间话虽少，但是目标十分明确。不是这个，就用一点盐煎了之后，然后汁儿调好吃一点。煎呢是什么都不加，那个我们煎完了以后我们放烤箱里是吗？对，这待会要去点油，我要把羊油炼出来，我知道跟这个放里边，对，要混一起的。给煎皮儿。你的汁儿给什么？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材料？外方团队似乎一直都不顺利，主菜环节一开始，煎熬的时刻也随之而来，争执、小摩擦此起彼伏。面对喋喋不休的副厨，卢卡主厨能做的就是置若罔闻。外方的队员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而卢卡主厨似乎和这支队伍脱了节，他只是自顾自地寻找他理想中的配料。我们的想法是做一个小西芹呢和土豆，做一个土豆泥。羊排是现煎的，然后烤的。再用一次四川 pepper 青的花椒，火龙豆煎的，嗯，普通的一个做法。相对于没有油的外方团队，
中方团队在橄榄油的使用方式上就显得十分嚣张，从头到尾就透着两个字：豪横。有油就是任性，随便放。一直顺风顺水的中方团队，却在设置低温慢煮机时遇到了小坎坷，这会打乱他们的节奏吗？是否会影响到最后主菜的出品呢？中方的雪花肥牛已经开始烤制，面对无盐的尴尬，杨主厨创意无限，一条妙计涌上心头。有气氛了啊！烤一下的话，把这个牛肉表层的肉质都烤到能封住里面的鲜汁，这样的话在炖的过程中，它不至于把牛肉的油啊、汁水啊全部炖出去，能保证它的香味。我们用酱油和辣酱的时候更容易吸味，因为我们没有盐。有了张良计，还有过墙梯，中方团队早已对主菜制作的步骤了如指掌，队员们都在有效快速地处理各种配菜。卢卡大厨看起来漫不经心地处理土豆，让团队们一头雾水。难道卢卡已经丧失斗志了吗？这可急坏了一旁的副厨。副厨临时接棒指挥一切。你另外一个灶眼干嘛？另外一个烧点水，待会儿准备熬鸡汤。处理好的鸡肉在副厨的安排下快速地放入了烤箱。所以这个要 boil 的。Boil 的 and mix, right? I was thinking to fry pan. Oh, fry pan. With garlic. Okay.外方在主菜上的进展异常缓慢，卢卡主厨似乎找回了些状态，安排大家处理各式各样的配菜，但改刀羊排的任务依然是由副厨在兢兢业业地完成着。切长豆角，切黄瓜，辣酱入锅，相比之下，中方则一直保持着有条不紊的节奏。面对无盐的窘境，中方团队打算炒制辣酱油来提取咸味。牛肉放入高压锅中，副厨将特制的酱汁一并倒入锅中进行压制，一切都在杨主厨的掌握中。中方团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每一个步骤。我出来做一个中式的，就是比较偏那个融合的一个酱汁，就是加枸杞，然后加鸡架熬一个酱汁给羊排。OK， 他们慢慢煮了。面对无油窘境的外方团队，这次打算用羊油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因为没有趁手的工具，所以卢卡主厨再一次陷入了焦虑之中。一直不在状态的他，随着比赛时间的步步紧逼，终于紧张了起来。有没有这个夹子在哪？焦虑的卢卡主厨决定到中方这边来探查一番，看到了中方团队的菜品制作，卢卡主厨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不知道此刻的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每次去看，我饿了，我就看，我就想着吃一下，我觉得感觉很不错。中方团队对主菜最终呈现的美观度要求极高，不管是在主食材还是配菜的处理上，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精益求精。中方的配菜炒制完毕，高压锅中的牛肉也已完成。牛肉块改刀切花，力求菜品以近乎完美的样貌呈现在评委们面前。中方队员现在要做的是将芋头、酸奶和糖融合来制作芋泥酱汁，这可是他们在味道上的终极砝码。万事俱备的卢卡主厨终于开始了羊排的煎制，不知是否由于压力过大，卢卡主厨不合时宜地哼起了歌。意大利西部烤肉串，马上要放烤箱，现在先能煎几分钟，这个肯定好吃，很香，味道不错。卢卡，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主菜好吗？羊排，煎了30%左右，然后要放烤箱里。烤一下。
其实尤其是这个加这个肥油，哦，味道的肥色。你哪来的肥油啊？加油，加油。肥菜没有什么选择，我们有土豆，我们有西芹，我们有火龙果，有看情况，我们做两种肥菜。好，不许现场。OK， 没问题，放心。好，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主菜吧。这次我们的主菜是安格斯牛肉配温泉蛋。第二道不好说，羊排对牛排。嗯，就看看肉质，看肉质了，看肉质。但关键呢，我觉得就是专业比赛啊，设置的主题你抓得住。第二呢，又把你自己的个性表达清楚。作为一个厨师来讲，一定是你始终如一的有一种好的心态去对待每一种食材啊，包括每一种我们用到的餐具或者是刀具、菜品，才能散发出本质的味道。煎制好的羊排放入烤箱进行最后的烤制，赛程过半，外方团队的主菜终于进入到了正轨。对他们来说，终于又算熬过了一关。咱们从后厨出来，有什么感觉？我自己觉得啊，分数已经出来了。是吗？还是我倾向于这个西餐厨师。为什么？我们比赛有主题。嗯，这西餐厨师的主题是什么？能看出来吗？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呢？要有个性。所有做菜厨师啊，包括餐厅。一个涮羊肉馆，它涮的是什么羊肉，这就是它的主题，就或者是它的个性。那么这点呢是很重要的。可是我看着进后厨，他们两个人好像中餐的厨师比外方的厨师要丰富啊。恰恰这个丰富叫花里胡哨。就第二个厨师，他的综合能力让您觉得他还是一个实力选手。嗯，怎么讲呢？我觉得还是整体的审美吧。咱们看出品怎么样？ 看是不是跟您的预期一样？好吧，来您这边休息。比赛时间所剩不多。中方团队进行最后的冲刺，将包裹着满满橄榄油的芋头片放入烤箱，起锅炒至长豆角。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正在按照杨主厨理想的方向前进着。锅都打了，有情吗？锅打俩都碎了，刚才就估计就煮过，直接放在牛肉上面，就这么打了。咱找一小碗，一个往碗里打，完了用勺子往汤碗送汤碗吧。对，拿我。那现在就打，现在就打。如果是我运用的话，我可能会蛋黄跟蛋白分离开，去单独做两个 sauce。胜利就在眼前，但偏偏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杨主厨心心念念的温泉蛋出现了问题，芋泥牛肉酱汁也没能按照计划顺利完成。时间紧，任务急，一丝愁容在杨主厨脸上显现无疑。虽然卢卡要么发呆，要么发愁，要么思考人生，但外方团队却率先进入到了主菜烹饪的收尾阶段。我们还是用这个鸡蛋呢，我一会儿试一试，把它那个咖啡粉放里边，然后看能不能够的浓。我没听说过这个主菜配咖啡汁。咖啡配羊肉我没说，我配过猪肉，配过鹅肝。对，羊肉是比较。那是我没有试了。而且这个汁儿这么稀少，这个鸡汤加上咖啡粉，然后配羊排的这么一个组合的。牛肉的软烂程度，显然没有达到杨主厨的预想状态，但由于时间关系，杨主厨只能决定将不完美的主菜快速盛入盘中，进行最后的摆盘。东方主菜。外方团队在卢卡思考完人生后，终于完成了主菜制作。外方主菜。接下来就是我们主菜的品尝环节。第一道菜给大家上的主菜名称叫做24小时，来上菜。24小时这道菜品的主菜是一道羊排。
好，接下来我们要上的第二道主菜名字为绕指柔，来上菜。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好，今天呢，我们两道主菜，一道羊排，一道牛排，可以说非常的实在，大家是不是吃得很饱？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各位评审打分的时候了。如果喜欢第一道24小时，也就是这道羊排的话，请在计分卡的左边打上勾；如果喜欢第二道牛排这道菜绕指柔，请在右边打上勾。好，请各位评审计分。大东老师，您看您这两道菜都尝完了吗？如何？我觉得这两道菜呢，不是好分不出来，它是不好分出来。第一个刚才呢，我给了那个选手，为了能够在最后的一搏的时候分出一个高低，我就把这个分数给这个选手。还可以这样的，那就算算是代表我的观点啊。好，听完大东老师的说法，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旁边三位场外嘉宾。我这个票呢更偏向于绕指柔这道菜，它技术难点会比较高一点。我个人觉得第一道的羊排它的成熟度特别好啊。今天这两道菜其实都有一些很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出现在 sauce 上面。如果非得让我选一个，我可能觉得牛肉稍微好一点。好，听完专业评委的意见，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大众评审们是不是跟专业评委的意见一致。来，第二道菜呢，我感觉它有点其他的配菜太多了。第一道菜的羊排让我感觉非常的嫩，非常的鲜，所以我投给了第一道羊排。好，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主菜环节，牛排对羊排到底谁会获胜。第一道菜24小时得分11分，第二道菜绕指柔得分13分，加上大董老师给的5分，所以第二道菜绕指柔总分18分，在主菜环节胜出，恭喜中方厨师。那么在甜品环节，中方厨师对阵意大利厨师，真的一切都难以预料，我们只能静静的期待。好，接下来我们去厨房看看甜品环节。甜品大战一触即发，领先6分的中方杨主厨能否保持优势？燃起斗志的外方团队绝地反击，卢卡主厨决定放手一搏，中外双方究竟谁能笑到最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节厨王争霸。欢迎大家回到五矿君澜酒店的超级厨房，我们厨王争霸本场比赛中方厨师对阵意大利厨师，到了甜品环节。到了甜品环节，有压力吗？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其实我们知道杨大厨做甜品上应该会有信心的，因为意大利的甜品确实是很厉害。不知道今天这个卢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意大利甜品呢？这一个秘密。好，暂时不透露。记住了，甜品环节60分钟，只有主厨独立完成。不多说了，进入我们的甜品环节。甜品环节，双方主厨一定要小心了。不仅需要在60分钟内完成29份菜品，并且主厨只能独立完成，助手不能帮忙。倒计时现在开始。这玩的响了呀，开始。看大家有点困了，敲个锣打个鼓。也许是紧张，也许是独自一人难免心慌。甜品环节刚刚开始，中方杨主厨这里似乎就有点出师不利的味道。难为情的笑容下，很难掩饰摔盘的尴尬。我这个是用酸奶和那个放点芝士粉，然后先打一下，打发。打发完以后，待会儿我直接先冷藏，加上柚子酱。如果说前菜和主菜对外方的卢卡主厨来说是煎熬的话，看来今天外方的甜品还真是别具匠心。我们试一下做一种类似于冰淇淋呢，一个是柠檬味，一个是哈密瓜味。
配新鲜的芒果。三十五分一个人六十分钟呢，那你肯定要做越简单呢越好。还是挺甜的。虽然自信，但是刀工欠佳。哈密瓜切块的大小，在他手中显得异常随性。卢卡主厨的随性，可是急坏了一旁的队员们，一个个面色凝重，忧心忡忡。别老是给我递，你说你，我直接用这手往里快多好？你说你们还不好快，还不容易到。说话是缓解紧张最有效的方法。杨主厨与副厨们与其说是其乐融融，不如说是在疏解内心的压力。酸奶冷冻需要十分钟，时间不等人，怎能让自己闲下来？杨主厨利用间隙处理草莓，挖着火龙果球，盯着锅中的草莓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此刻杨主厨的真实写照。杨主厨的计划是等草莓酱出锅后，用机器快速打碎后，再放入了冰水中降温。杨主厨此刻采用的是保守的甜品制作方式，为的就是稳中求胜。甜品不能太温，而且要凉，清爽度要有。他用绍兴酒泡的那个枸杞，酒的话加那个橙汁，它可以去掉枸杞的一个苦味。如果味道太重呢，那我还是给它洗澡。哎呀，再见。酸好。芒果去皮看似简单，却让卢卡主厨遇到了大麻烦。没那么容易啊。切芒果的刀肯定不是那么长的，就有这些工具，我还是比较慢的。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甜品？还没想好了。我们做一个新鲜的芒果，新鲜的芒果配两种酱，一个是哈密瓜酱，一个是柠檬酱呢。然后配一个什么？配一个什么？我们厨师边切水果边在想，我今天要干什么呢？你看，他一脸疑惑地望着你。哦，你能明白他说的那个成品吗？对的，对的，一点点，一点点。那你觉得他今天的甜品？我还是期待，期待的哈。自由创作的，就是自由创作，只要他的味蕾组合在一起不奇怪，其实怎么样都是可以的。嗯，他因为拿到了咖啡粉，虽然在第二环节当中也用到了。对，虽然第二环节那羊排的咖啡粉用的确实不怎么样，是吗？个人意见，我的个人意见，对对，不是所有人的意见，啊，我只是不太喜欢羊排里那个苦苦的咖啡的味道。好，我不打扰你了，等待你的作品。好，每次他们都可嫌弃我了，真的，因为时间有限。卢卡主厨果然真性情，甜品环节已经过去了20分钟。想做什么还未决定，走一步看一步，是卢卡主厨在甜品环节的战略战术。好，所以现在我们是火龙果配上葡萄，配上草莓酱，就差剥葡萄了。我洗个手帮你剥葡萄吧，好吧？就你要最终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像布丁的感觉，是吧？有点布丁 QQ 的感觉，是吧？更像北海道的一个冰淇淋。所以你是在甜品上今天下了功夫，特地自带了一个食材。自带了一个里面的柚子酱，需要我帮忙吗？需要。你可以先去忙一点切芒果之外的事情，我可以先帮你，因为我要公平起见，既然帮人家剥葡萄了，我还是要帮你切一下芒果的。是这样的。对啊，这样多快。快一点啊。以后增加一个环节，甜品环节由我来当助手。相比外方卢卡主厨急躁和没想法，杨主厨这里气定神闲，甜品样式虽保守，但求顺利出品。杨主厨将酸奶加入草莓酱后继续冰冻。鸡蛋，我那鸡蛋我得帮我找一下子。鸡蛋我已经找出来了，找出来那个蛋清、蛋那个什么都已经准备就绪。这场你捣蛋了？
对，就差一捣蛋了。卢卡主厨的自信受到了严重打击，独自一人制作的柠檬奶油失败了。副厨巧妙地运用节目规则，动嘴不动手，在场外进行全程指导。从外方的看，可能现在来看，让我总是感觉其他人享有历史，但却帮不了他。杨主厨自带食材，牛奶柚子酱，在甜品环节终于千呼万唤地上场了。保守但求稳，加上自带食材牛奶柚子酱，杨主厨率先完成甜品制作，提前出菜。好，东方紫菜。过于自信，没有计划，走一步看一步，卢卡在此刻遇到的大麻烦，成品数量不够，只能采取第二套方案，那就是由大变小，减少芒果的使用数量。时间已到，未能出菜，在与中方沟通后，杨主厨大度地让卢卡继续完成。接下来就是我们甜品的品评环节，每次都希望在甜品环节来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可以用甜蜜和幸福来终结今天的晚宴。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品尝的甜品名字叫做秋天的童话，上菜。好，接下来要上我们的第二道甜品，名字叫做初心，来上菜。我觉得初心最后这道甜品的名字和我们最开始说的主题始终如一确实是非常契合的。两道甜品的风格迥然不同，第一道甜蜜，第二道酸甜，感觉都是爱的滋味。在座的大众评审到底喜欢哪一道呢？接下来就要打分了。那喜欢第一道秋天的童话，请在计分卡的左边打上勾，喜欢第二道初心，请在右边打上勾。来，请各位评委打分。甜品的东西首先口感要悦口，那么还要悦目，看着漂亮。甜品如果说的说确实很好吃，但是傻大黑粗的售卖的价格就得要减一半。我想呢，今天这一说呢，说要给谁这个分就出来了。第二道甜品你可以吃出故事出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场外三位专业评委的意见。来，个人口味来说，我更偏向于第一个。理由，我会觉得这个甜品酸的有点多。韩正，初心在厨房的制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犯了很多错，我们一直想看端上桌以后到底会是怎样一个呈现啊，结果就还是在预料之内哈。这两道甜品我更喜欢第一道，它的酸度跟甜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中和的。好，听完我们评委的意见，接下来我们听听大众评审们他们是怎么看的。我更喜欢第二道叫初心的这道菜，它整个设计的就很有层次感，是我们那种女生一看就会很喜欢的。这两道甜品我投给的是第一道甜品，因为从味道上来说，第一道甜品它是把酸和甜两种味道综合在一起，然后来第二道菜它是一半酸一半甜，让你自己去综合这两个味道。接下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两队厨师团队，欢迎。辛苦了各位，辛苦辛苦。好，接下来呢，在宣布结果之前呢，
还是要问一下两位大厨对此次比赛的感受。我们先问一下杨大厨，在我们发挥的过程中还算是比较顺利，既然没有盐，我们也是用豆瓣酱、上海辣酱油提取了这个盐的味道。对自己的输赢有预判吗？不好预判。最满意的一道菜品，虽然说我们在从前菜到主菜到最后的甜品没有贯穿到这个五种味道，但是五种颜色基本上融入进去，还是做得比较满意。而且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特地为甜品带来了一个自己调的这个柚子汁儿，是吧？好，那么接下来问一下卢卡，卢卡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忽然看见他就不开心了。开心，开心，很开心吗？你觉得成功吗？不是我们自己的环境的一个厨房，不是我们自己的材料，都是一个惊喜。我觉得还是挺好玩，挺好玩的吧？是，尤其是人家拿走你的橄榄油，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玩？小想麻烦。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道菜？自己个人还是觉得羊排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宣布最后的结果了。第一轮，中方得分14分，外方得分15分。第二轮主菜环节，中方得分18分，外方得分11分。所以羊排并没有被所有的人接受。我很喜欢，但是我不投票。两轮之后他领先，杨大厨整场比赛都非常的专注和认真在自己的工作上。杨大厨可以将优势保持到最后吗？在宣布第三轮甜品之前，我在这里要说，第三轮甜品环节卢卡由于超时所以扣掉2分，中方厨师甜品得分9分。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位神秘的嘉宾教我们学做一道菜品，看看是否能教会您。那学完这道菜品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获胜的厨师会是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卡萨蒂美食家厨房。今天给大家介绍我的老公 Conrad。Hi guys, my name is Conrad and I'm a chef from South Africa. And then today I'll cook Momo some South African language dishes. Okay, maybe we just start. That's rice. 我们先放150克米，然后放在碗里，倒了一些甜酒，然后再倒了一些米酒。To put it on. Yeah. As well as the lid. 我们下一步开始自制蛋黄酱。And we don't want the egg whites. We just want the egg. Wow. 半勺芥末酱放在里面。Just go. 放一勺米醋。250毫升的油。The next.Whisk a little bit, mayonnaise. Yay! 这样，所以这个就是So it's like I said, it's not a traditional way, and the rice needs to be a little bit wet. 其实和我们传统做这个米饭的方式不太一样，一定要有一点湿，然后这样的话才可以放到搅拌机里。我的。如果说如果是搅不均匀的话，我们稍后还可以再加一点水。So sitting. So 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要把米放到微波炉里，好激动啊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people don't necessarily think about doing. 听说卡萨蒂的烤箱特别的好，可以恒温，然后去自动调整整个的湿度。我们需要风扇这一档，而且卡萨蒂的烤箱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它可以自动去帮助你慢慢的把这些水分蒸发，而不是会烤得特别糊。然后用勺子。Beautiful. 嗯，太好吃了，这个米饼感觉就是特别的美味，然后又不干。So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this oven is? It is super versatile. Wow, yeah?
Yeah, you can bake, you can roast. Next time I bake you a cake in it as well. Okay. Yeah. Okay. 我也觉得这个烤箱特别的好，因为可以把这个米饼去烤的同时呢，保持它的一个湿度，这样子最后烤出来的米饼就特别的酥脆，然后就不是很干。So the langoustines go in. 好。Then we add the crushed garlic in there. Yeah. Some of the thyme. Wow. And then a little bit of the butter. 放一些黄油，还有这个香料。And then we can turn off the heat and let all the residual heat. 我们把火先关掉，然后让余火去把整个的味道去融。我们不能把就是这个甜酒最开始的时候加，是因为火会让这个甜酒烧掉，那虾可能就会烤得太熟了。Okay, so let's go to it. Nice. Okay, 然后我们放在吸油纸上把油吸掉。Then a very small dip. 啊，我们把这个酱汁最下面的角剪开，然后挤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吃不了多少这个蛋黄酱，也不用担心会长胖。我们把虾放在刚刚挤好的酱汁旁边。Right there. 好的。Take one of the Rice Krispies. 今天这道菜你们学会了吗？My name is Conrad, and today I cook you fruits of the ocean. 这里是厨王争霸，卡沙帝每时每刻。外方厨师甜品得分20分，所以最后的总得分是中方总分41分，外方扣掉2分，超10分之后总得分44分，恭喜外方获得今晚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这就是美食带给我们的乐趣。我们谁也不知道谁会笑到最后。好，再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大众评审，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也谢谢我们的杨大厨团队，还有我们的卢卡大厨团队，谢谢他们的辛苦付出。厨王争霸，一场没有硝烟，只有油烟的比赛。下期我们继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